两位，是不是有点就是饿饿了？对，我跟你讲哦，来到这里必须要吃一个东西。什么？我们日本人叫做梅干抹茶，嘿，它是那个是品，是抹茶嘛，就是这个来这里的必须要吃的。其实呢，是老夫都有哎，你看，哎，这家好了，这个也是哎，去看看这边。梅干抹茶，梅芝饼啊。整条表参道棒饮旺具啊，有十几家梅汁饼店，价格跟味道都大同小异，而且现点现做，随便挑货随便都蛮好吃。你看，有梅花的烙印，有没有？对，很香哈。哎，它外面这样子金黄金黄的，看起来好可口。先吃看看，它里面是抹茶，它外面是那种。 酥饼的感觉，对，酥酥的，口感不一样，对，而且它里面的红豆泥好香哦，是不是？外卖甜，我现在就还没吃，我光闻很像那个台语叫蜂蜜汤，对的那个味道，蜂蜜汤那个蜂那个吗？蜂的那个味道，米的那个味道，米香味啦，对，你尝尝看，哇，这个很好吃哎，然后那个红豆就是。 甜，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很死甜，不会太腻，然后配上那个米香味，哇，好搭哦！所以啊，你们了解了吧？我每次来这边的时候，我都不拜拜，吃完就回去。大骨煮水啊，因为你拜也没有用啊，乖啦，吃饱困困饱，这就是你的使命。